个标签在那边，好像我现在把标签一下。啊，我走十步，从这里走十步到那边。你的心里很明白，我走十步就是十步，但你不能数，心不要数它，所以你就要标签，啊，由此到终。你的注意力呢，就是从这里呢，一步到第十步，十步如一步，那你走得稳定呢，就是，稳稳定定我走好这十步。看我走十步里面怎么走啊？它总共是十步，你走，我一般是走十五步，我走十五步去，十五步回来就三分钟。那走十步呢，大概是两分钟多一点点。那走的这个时候，全部重量都放在后面，然后前面脚是很轻，啊，走的时候就脚不要动，不要动，啊，要平平这样，像我们普通脚步平平。拿出去放，最重要的就是注意前面那个脚，那个脚底刚好皮肤到地了就停了，就表示你的注意力很敏感，你自己呢很在意那个脚，所以它皮肤到地就停了。如果是你身体重量比较多，控制不好啊，那可能就肌肉倒地了。那你不能一走就去，我头都踩到地上，我就知道，那你的这心就很不在意。对呢，走路的时候要非常在意自己的脚，啊，一拿出去刚好放了就空了，让你走起来呢就是很轻，就是只知道触地的那个感觉，就练那个触的感觉。就有感受到那个触，这样，啊，就是练那个东西，啊，所以呢，走的时候是要求呢，你
你呢就全神贯注啊，那如履薄冰，就走小心翼翼啊，再加上呢就是平衡，就好像走钢丝一样，就走到自己很平衡，就哎我换来走去就不会摇动啊，哎就也不会过于不急，这样子的也有任何的闪失，增加自己的那个心理的负担，所以心理的变化都没有。走的这个时候好像没什么动，上面尤其是上身的后面的一点都不要动，一移动就移动，哎，这样子走，走到了那个呢，任何这个平衡都没有失去，啊，他就冷静下来。在走路的这个时候，第一掌握平衡，第二呢就是这个身体一动的这个时候，啊，这个脚伸出去，伸出去呢，这个身体完全没有动，没有被影响。刚刚好呢，很小心，哎，到脚，好像那个猫一样，啊，你看猫的这个动作都是非常非常细腻的，所以猫啊，你别看它这个动作啊，它的定力非常好的，啊，就是我们走也要这样子，所以它定力非常好，好到什么程度？它到了那边老虎都不知道。啊，而且呢，它尤其是不动的这个时候，老鼠已经够敏锐了，都不知道猫在那边。啊，就是等于说啊，它对那个触觉呢非常锐利。啊，那么移动的这个时候非常平衡。啊，要求是这样。啊，我走这个呢是和猫有关系，但主要的还不是和猫有关系。就和我练习，我怎么样把它练习好，就我们人的这个身体，所以走呢，如果现在你年纪也好，身段也好的时候啊，你要努力走。走的这个要求呢是，现在外面很吵，啊，那么呢外面很清楚，就里面反而不清楚了，啊，你走的这个时候呢。如果走得好的时候注意力好，怎么叫好呢？好就刚好调转来了，走就发觉到里面很清楚，外面反而模糊了，就感官外的这个讯息啊，啊这个触觉模糊了，反而内心里面的那个触觉很清楚，说哎呀我走的几乎就好像在动一个身体了，好像啊，绵绵密密的这种的运动都发觉到，哎呀，怎么我的这个身体这么细密的？任何这个呢，慢慢过多那种啊，好像我讲的就是机器人一样，啊，发觉到自己的这动作像机器人一样慢慢变，那种啊，他这个观察就从外面慢慢收回来，观察到身心的这个关系。啊，所以佛陀那时候走路啊，大概他走的那个情况啊，和这个差别不太大。走到最后呢，就是没有了外来的世界。啊，你看他那个深度多深啊，走到打雷下来呢，触电那个铜牛都打掉了，他几乎都没有感觉到有外面的这个讯息。啊，那时候我看，哎呀，这个典故都看了。他这个故事讲得太好了，他没有在意他的可能性是能降吗，没有在意。后来我在那个拖车里面啊，我自己闭关的时候就用轮子，哎呀，到哪里我都还没到那边，那柱子就已经障碍着了，啊，我走就15步就窜了，有时候呢7-8步都没到了就撞了，脑袋先撞到肚子了，啊，根本就是外面的东西影响着心理，影响他开。后来呢慢慢练到了，几乎就碰到壁纸了都没发觉到已经碰到，
他就等于把自己的那个新的观察的意念慢慢收回去啊，变成了虽然张开眼睛，但是眼睛的那个视觉没有了啊，视觉呢还是越来越细密到里面了，就等于说你虽然看见我张开眼睛，但我眼睛呢没有用啊，我的心里面我的心念没有在眼睛上，眼睛还是打开的，但心念没在那边。练习就练习到那样子，所以练习到哎呀，你看我好像我一直在看，其实没有，我的眼睛没有用，我眼睛在那个脚上啊，就慢慢收拾到里面去啊，这个是从走上啊就变成了行如坐，对吧？哎呀，坐是什么呢？就一动都不动都在观察全身，到你呢移动的这种粗糙都变成好像坐僵，一动都没有动，里面看起来好像有动在外面，其实它里面没动。这是练习呢，就我就讲了全身关注如履薄冰，如走钢丝。各位知道走钢丝了吗？啊，走钢丝就这样走的了。高明那个走钢丝的这个人啊，啊，他还不是走钢丝而已，啊，他走钢丝呢，钢丝上发生所有的这种压力，他的这个平衡的速度，就是他的脑呢，他的念头的速度，要比那出来的压力还要强，哎，还要快，他才救得了他自己。所以走钢丝那些人啊，他真正练好了之后要到外面去走了，外面你说这风有多大，像尼瓜拉瀑布呢，他在挑战那个尼瓜拉瀑布的时候是从加拿大这边走回美国这边啊，他走在那个钢丝那边呢，那个强风啊，几乎就那八九级的强风，八九级强风，各位知道什么？那个屋顶都掀掉了啊，但他拿着那条平衡钢啊，对，他要比那个风还强，他叫平衡度啊，叫没有摇动啊。那是什么呢？他走的那个时候啊，一定要收的相当的相当稳了啊，而且那个稳呢，被压力来他都还能够摆回去啊。这个他是第一高手了，他赢了啊，他走完那段赢了。后来那个我们说呢，那个中国新疆的那位走钢丝的，他不服气，他怎么不服气了？哦，他说你有眼睛看的啊，然后你胜了，好，我现在我不用眼睛看了，他拿棒就这个眼睛，我也走过去，他就是差了几步，到最后他新疆可能没有美国的选手好。美国的选手呢都是吃披萨，高蛋白高营养高热量，所以体能好，他那个人呢就是个子呢差了一点，他走到最后不够气力了啊，我在看他的那时候呢就是呢看到呢也太惨了，不够气力，我自己都在冒汗了，他最后呢就是差那步呢滑了下去啊，滑了下去呢他命好啊，这个好汉捡回条命了，他一滑下去的那时候呢他的手碰到就是在那个我们讲当时过桥的那个地方呢有个桥墩，他手一碰到那桥墩就抓着，就没有再下去了，这样子呢就捡回一条命。哦，我一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知道什么叫做三昧的速度，就救了他自己的命，就等于说呢他们眼睛看到了，他完全是凭这个触觉的，所以他一触觉了之后那个反应就是呢我们讲是直接的反应，那这直接的反应那个是非常快的
给你们讲一个叫什么是触的直接反应。啊，那时候呢，我在清迈，啊，1984年我在清迈山上在用功，啊，在用功的时候，那个清迈，你们如果有去过的话，谁有去过清迈举手？嗯，啊，清迈山上那边有个塔，啊，上山去那个塔那个庙呢，有两条龙的，有两条青龙。像你上去也可以坐那个叫什么，那个缆车，缆车去也可以走路上去。如果你走路呢，我的印象呢，我到现在已经差不多有15年、20年了都没去过呢。我的印象呢是，如果你走石阶上去的话，220级。啊，如果你走缆车就走缆车啊，我就住在那个山上用过。那时候我那个和尚呢，他叫我和一个那个苦行僧，他叫我和他一起住，那我就和那苦行僧一起住。就在那边呢，就每天早上3点啊，我是负责，我喜欢敲那个中华民国的大钟。中华民国送他一个大钟，就挂在那边。这那个钟一敲啊，底下那个我们清迈的飞机场都听得到。啊，那我就在那边才了解了，啊，这个中传的远的一个意义。怎么会中传的远？中国人真是有智慧的。啊，他是怎么做的那个钟呢？敲起来呢，会传到16里外。啊，飞机场能够听得到。对，我在那边，我当敲钟，然后婆婆是吧？是吧？我问他，我们在聊天的时候说，这底下105个寺庙，全清迈说有105个寺庙，里面下面105个寺庙，有没有好汉啊？有。多的很，可以不可以下去建设一下？你怎么知道是货吗？我就聊天。后来呢，有一天那个听到，底下山下有个疯子，见他，我就到时候我就问他，他说你别去，这个人很。锐利，说就很强，他的 mind 就是他的脑很锐利。我说大家说他疯子呢，他说他很累。后来呢，我就下山了，下山那个跑步就在山下个庙，然后我就真的看着他，他果然与众不同，果然够疯的。啊，所有人的袈裟呢，都经常呢，如果是岩石浅了，就把它呢染了，再穿了上去。他不染，他穿的那个袈裟像我们抹脚那个布一样，已经呢从黄呢变成白呀，白变成烂了，他都是这样披的。他也没有太多功夫，他就是呢吃完饭，他也就去透过人家也给他。啊，那几十年来，听说已经超过40年了，他就是那样，回来了庙他什么都不管，他就在那踢脚，拿起来了，拿过了他自己呢觉得满意了，他又放下来，又拿就脚，拿过了他又放下来，他没有第三招，就是两个脚多拿，你又拿，哦，拿到嘛，听到就吃饭知道了啊。敲钟吃饭，还是他也吃饭了。他一就是拉屎、撒尿啊，吃饭。除此之外，就在踢拿脚，能到达高峰了吧？哪？后来我就觉得，这个保安可能有什么东西，我就过去了。他也没住在庙里，
庙的沙拉，就是像一个我们没有四边墙，只是一个顶，它就在那有一根大火，它就住在一个角落。这个大火呢，都蜘蛛网爬满了，它也不管。它就是那天天呢，拖波回来吃饭，然后踢脚，踢的累了，躺下来睡，还睡到打呼。我就看了，我这个好汉，看起来不像疯子，很有技术，很有耐心的在老是在提那个脚，提来提去。后来我就觉得，哎呀，一个人我眼看一看，我就住在那个角落，睡了一天，有24小时，我看他也盯着我吧。我也盯着他，看他怎么过日子。第二天又盯着他，他现在确定这个不是个疯子，点过一问，就过去。真想蹲下来问他，我还没开口呢，啪！他的鼻子快碰到我的鼻子，你说嘞？他用泰国话开口，我是练武的人，他是从那边来到我这个位置，将近了7-8尺最少，他居然呢碰到位置，快碰到我的位置，我都没发现他怎么样这么快的速度来。平常呢，就是呢，这个汉子大概可能年龄都比我大了，我现在57岁，没看他练过武，他只是那个几个动作，说呢，大家都叫他已经成疯子了，就是不关心外在的一切呢，变成那个样子，所以。他一下快要碰到我的鼻子来问我，你说我在这堵住了，我想问他，他堵住了，然后我冒汗，他就给我说了一句，明明是用功吧少年。回到山上就决定放弃了，不练武了。我一辈子呢还没有人呢，我真正打擂台的那个时候还没有人在1分钟之内能够给我打的，1分钟他没有倒下，还没有。到了那边去我太难了，我80年出家，81年是全泰国曼谷冠军，他是81年、82年全曼谷重量级的冠军，我都可以给他打。到了遇到这个好汉了之后，我才知道什么叫快。但是也不知道这个快是怎么产生的，这么快的一个速度是怎么产生的，没有办法理解。他就说呢，明明是用功吧，少年。然后回到山上，我这练武没效，还又被这个猪猪的拐的，拐的太离谱了。现在大概我就知道了，什么快都不比心练快。我就好好，就是现在我才发觉过，他练的这个东西是怎么样练成的。好，那个是多来讲的一个故事。我还是回来这里，我们走路的这个时候呢，不要去计算它。如果你不清楚呢，你就把鞋子放了一段，就是你一走，一心一意走完这一步。如果走到一半了，你被干扰了，突然断了那个呢，注意了，你不要走了，你放弃了它，再回来再重新走。走呢就是10步如1步，
一气呵成，就是你完全的这个呢啊，完完定定走啊。如果有蚊子咬你，你也要忍住，如果蚊子已经让你呢走神了，你就放弃了。啊，要没干扰的走，每一次是这么严肃的走，啊，这个叫呢行禅，啊，我们呢以前在泰国的时候，他就挖一个沟，挖好一条沟，然后就填那个沙，填了那个薄薄一层沙，所以走下去呢，它就有点软软的，不会呢那个脚有刺激啊。所以啊，大家要走的时候也别学了，学人家有弄好师傅要脚底按摩那种啊，啊那个和这个没关系啊。如果脚太刺激了，感受太强烈了，全部呢都删掉的那个念头会影响，所以念头不要影响，还要很稳定的地方啊。像这样子呢，没有穿鞋子袜子最好是这样走，你也不要到外面去走。要在安静的地方走，你才可以摄心啊。一般上走说外面也可以行禅的，大概上面用不上火啊。外面的干扰太多，你很难走得更细的心念啊。我走呢，一般都在房子里面走。如果你们房子里面又有地毯什么的啊，那个更稳啊，就是轻轻的走走一回，然后又。走完到最后这里了，走到了这里了之后，你就啊完全放松了，就松懈下来啊，就结束了，然后再转身。如果转身，那就是说身体不好，你就把身体挪好啊，最挪到最好最佳的那个情况了啊，然后又再走回去。走的时候就不要断了，一走走到完。然后呢才放松，了解吗？啊，我走的这方法是这个样子，啊，这个是呢练到你在走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它就是没有被干扰，啊，那这个尤其是这个触觉啊，触觉就是啊，它每一个都是这样，走到呢整个头脑都冷静下来，它冷静有一个冷静的那个感觉，啊。那么我呢，冷静的感觉能够有多强啊？他就，我只告诉你啊，我有一次是这个样子，走到没有了时间，啊，那时候就不服气了，老是撞墙，所以我在那个 trailer， 就人家拖车那个好像集装箱的那个16尺的 trailer， 我在里面闭关了，一次在。3年，就越在用过，我走，到最后呢也没灯没什么的，就这样走，已经走习惯了，就走过去走回来，走过去走回来，到后来走哦，没撞墙了，没撞墙就越走就越舒服了，就大概上呢，我那时候走，突然这个眼睛被干扰了，很亮了，就张开大一点眼睛，哎呦。太阳已经升上来了，他就是整个夜晚呢就在走了，也没有觉得有夜晚，他一下呢就天亮了，就知道哎呀，中间的时间没有了。什么是没有了呢？时间就是一个物的动态，物叫各位知道吗？物的动态就有时间啊，如果没有物的动态就没有时间。有一个物在有动态的感觉就有时间，如果连这个物的动态都没有了就没有时间，这是我的一个体验啊。所以时间这个东西呢，根本就在呢禅定里面呢不太一定要存在，所以它才叫呢刹那。那是我最好的一次，就从开始经验到那时候就发愤图强，哦，原来静静是这样子，啊，清安是那样，它造成的那种，哎，
人生的没干扰，也不觉得要停止，不觉得要有停顿，哎呀，累了要停了，没有任何这种切入的障碍，他就我就是越走呢，就是越被他牵引住了，引住了那个心呢，就只有越来越专注，越来越专注，专注到没有任何东西，突然间呢，很强一来，就是才打扰了，才是回到这个呢现实的状况来，那是我。感觉到人呢一定要练出来，功夫一定要练出来啊，不能在书本看出来，书本看出来那个是悟而已啊，领悟了某些东西啊，这练出来了就不一样了啊，是你自己自觉的一种体会了啊。好，我们起来，大家开始练了。